大家好，我是 AD， 今天介绍男人中的真男人——城市猎人。首先看一下基本规则。著名漫画家北条司的漫画代表作《城市猎人》，它不只被改成动漫，也有小说跟电影哦。主角雅与寮是男人中的真男人，那女主角是阿香，是寮的拍档，技能就是铁锤。好，进任务啦，等一下就会看阿香的铁锤啊，只要躲过铁锤，就是 bonus 当选。期待度不高啦，但波铁锤若是十公斤，就是高期待。印象中，在漫画，阿香的铁锤从来没失败过。阿寮个性幽默，又以好色为主，身怀绝技，特别是色胚的技能是点到最满啊！我说错了，是他的技能是枪法神准，像龙武一样，只要有枪在手，任何人都杀不了他。任务演出第二种，突破房子找到美女。他的剧情大概都是搭配这种好色的段子演出，为了爱这样执着也很难得啊。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哦。看到阿香又是铁锤，失败。哦，高雀场景哦。哎，通常都会跑一下，这次怎么直接对决？是开牌吗？对决也通常打三次，第三次攻击者为获胜。这是第二次了，最重要就看第三次了。啊，失败！哎，这是复活吗？哦，原来不是，感觉好像复活。哦，是故事对决，这是高期待的演出。这位是雅子，是位东京刑警，性感的美女。跟寮是熟识，为了侦查案件，通常会以一夜情为条件诱惑寮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爱的一发。复活啊！爱得一发果然不简单。Shooting bonus， 抽选角色一开始抽到雅是最好啊，抽到阿香 ，AT 期待度较低。基本上为17次同中连线，期间会抽选 AT， 特殊小运会增加同中连线次数。哦，加30颗子弹。除了抽选子弹和 ATY， 也会抽选人物升等，当然是升等到 S 是最好。哇，又升等，高期待了！抓 CT Hunter。
哦，聊出来了。哇，这七彩好漂亮，希望大爆发咯。城市猎人也是高爆发机台，但也是很机车的机台。我也曾经打过十个 bonus 左右进不了 AT， 今天第一次就进 AT， 是否要大爆发了呢？哇，总共71次连线，有人比这个更高吗？光一个 bonus 打了快400。Hunter Rush。场景总共有4种不同的场景，白天、黄昏、黑夜跟红月，越后面期待越高。我是没看过红月，红月长这样。我去，还黄昏呢，最后一局啦！不期不待，不受伤害。哦，接高雀模式。哦，阿香，我爱你。这应该算拉回了。Round two。最后一局，这就叫完走，完全没事发生。再次不期不待，不受伤害，587枚，又接高雀，再拉回吧。哦，一般场景有三种：公园、住家、夜景。这夜景就是高期待场景，是不是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？好，154局实战终了，有玩到就感恩。老婆的拿手好菜，豆腐蚵仔乱煮汤。最近不是蚵仔就是虾，不知道想干嘛。